六十变得贵，因为毕竟都是自己打内的公司，然后没有，我们没有，我们都不是对手。那很多的观念上面，大家也都差不多。那两岸政策，我一向都是延续我们党纲的规定。那我想，这个是我们一贯的立场，不会改变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致啊，国民党不是就是应该大家能够最后能够去一致我们的整体的做法。那我也讲过9月25号之后，对每一位都是我们自己的好同事、好朋友。那我也未来担任党主席的话，我也会都要征询大家的意见。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支持台独、推动台独已经不是新闻，只是说他在形式上可能还会讲一下，他不小心就会露出真相。其实我觉得更严重的是，长期以来推动我们化台独。意图制造很多错误的观念。民进党最大的功劳就是阻挠所有的这些疫苗应该要到还没有完成，或者是当时要捐赠的拖延时间，让大家打高端。民进党今天才是害台湾的根源。我觉得民进党不要这么多意识形态，只要是今天是国际认证好的疫苗，赶快给民众。